县长李明珍此次会刊，协同国民党南投县党部主委林如宾、前秘书林如阳、议员陈汉立、民间乡代会主席陈国能以及在地乡亲都随行关心。李县长在会刊之后表示，民间乡大庄村南田路附近的社区巷道超过20年未曾重新翻修，因此路面龟裂，历史脱落严重。此次听到乡亲陈情，实地了解之后，决定动资56万元，一次改善长290公尺、宽3公尺路面，并且刨除后再重铺，要让道路更好走、更安全。咱民间乡哦，大庄路吼，这巷道啊，因为这条巷道吼，咱的陈安利议员吼，啊，搁咱的村长吼，甲咱的主席吼，大家拢足关心的吼。所以讲，这路面都已经20多年拢无过风尘过，原来是条坎渣吼，这路面拢个龟裂啊，吼，会使讲吼，含含磕磕啦，只有需要吼，这个旧路面吼，来个抛除，施设新的路面吼，这条路啊，通行的人真多，所以吼，咱县政府啊，就筹措了将近60几万的经费吼，要重新把它抛除。铺设新的 A C 路面，和咱大庄路吼，咱这巷啊，这条巷啊，居民啊，进出啊，有条较好安全的路来互因通行。议员陈汉立表示，因为村长以及代表会主席极力争取，县长今天亲临现场，答应把这条巷道重新翻修，让行车更安全。今天林县长来到我们民间乡大庄家哈，那。因为我们的我们的村长跟我们代表会主席哦极力争取哦，那县长今天也亲临到场哦，那答应把这条路面哦，因为已经10几年没有铺封了哈，所以很多道路上有龟裂哈，跟骑摩托车也很危险哈。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。这条巷道出入人口相当多，可说是当地居民重要道路，但是由于龟裂严重、历史脱落，很容易使机车滑倒。林县长在实地会勘之后，责成公务处道路养护科尽速发包，希望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将道路封城完毕，让民众有安全的行车环境。记者陈云志民间乡采访报道。